23号即是农历三月初四，通胜话今日而会有栽种和立蓄，而今日的幸运颜色是绿色，穿上一件漂亮的绿色衫出去见朋友，今日全日一定很好运啦。最旺的生肖是龙，大家的桃花运好旺，会有朋友帮手牵红线，更加容易找到有情人。范冰冰的弟弟范丞丞就是属龙的了，他早排不只有绯闻那么简单，社交网仲盛传22岁的范丞丞搭上了40岁的女星贾玲，甚至乎未婚生仔，这个消息梗是震撼啦。不过看来流料多的了，丞丞还在社交网铺了张自拍，叫网民合埋把口，冰冰识那么多人，就帮弟弟牵红线咯，有女朋友就自然没那么多离谱的谣言啦，是不是？至于属狗的大家就不用再找其他人了，今日你可以感受到另一半的体贴关怀，令你甜在心头。个个都知属狗的蔡卓妍做嘢劲忙，要周围飞，不过完全没有影响她和圈外男朋友的感情。5年的 long D 一样掂，哇唔卖阿 Sir 的男朋友成日俾惊喜佢，先可以 keep 住保鲜，感情咁好啊！今日阿 Sir 又会甜在心头啦，羡慕死人咩？几时结婚啊喂？饭厅是一家人食嘢的地方，主宰全家人情绪和运势的，所以布局方面都要留心。当中餐台就是最重要的，你估下什么颜色的餐台是最好的？ A 黑色， B 红色， C 米色，给点时间你想想，答案是 C 米色啊。米色或者是浅啡色，给人的感觉是平和舒服，适合营造温馨的气氛，是最理想的餐台颜色。听日见啦，拜拜。